三个门的朋友，大家好，又是我 Nasca， 欢迎大家收看这个纳斯加铁路落成加分部第三季第七集的车站讲解和行车片段。哇，喂，啱啱一开头这个片嗰阵已经啊落晒雪了，是啊，其实这一排这个天气呢都突然间啊急速变冷啊，即是上个礼拜啊，冇话上个礼拜啊，四日之前呢啊都仲系啊要开晒风扇啊呢样嘢嗰样嘢㗎嘛。但而家唔系啊，而家呢啊已经系冻到我屋企人都要开暖气啦，不过我唔使啊，我唔使。係啦。咁呢一集呢，咁其实就系会继续延伸三条线嘅。好似唔係三條，四條線添啊！係啊，三條標準鐵路同埋一條速管鐵路。咁而家我哋喺入轉站，咁即係唔係呢個入雪線啦？因為入雪線呢一度已經係前後有站㗎啦嘛。咁即係咩？即係深水線咯。係深水線呢已經係哇！自從第二季延伸一個車站咁大把，係啊，因為第一季嚟講咧，佢咧就已經由蝶飛洲去入雪南。跟住去到第二季咧，就淨係加多一個1001站嘅啫，就是、入轉。咁第三季咧，咁終於咧有啲正嘢俾佢啦，咁就會延伸三個新嘅車站嘅。咁就當然係會有一個新嘅檢查站啦。咁嗰度陣間先再講啦。係啦，咁我哋就會喺入轉站咧就會繼續延伸嘅。咁另外嗰三條線咧就係18號嘅深淵線啦。21号星影线啦，同埋速管铁路 Alpha 线嘅，咁我哋就逐个站逐个站睇啦。咁首先都系攞翻架矿车先啦，系咪啊？系咯，咁啊，欢迎光临纳铁啦。咁都好正常啦，呢一度，咁我哋就继续搭啦。哦，一号月台去沙燕啊，呢一个新嘅暂时嘅终点站啦，我可以咁样讲啦，系啦。咁佢就延伸三个新车站啦，呢啲我眼睇晒啦，即系寻湖。尖岸同埋沙燕呢三个新嘅车站，咁尖岸同埋沙燕都可以转成另外一啲线嘅。咁沙燕咧就系一个检查站，或者可以咁样讲系纳铁嘅三个超级检查站嘅第二个。第一个咧系大石山同埋木卫二，系啊，咁嗰度已经出现咗啦。咁而家出现埋第二个，咁我而家开始搭车啦。咁寻湖咧都仍然喺入雪呢一区里面嘅，咁就之后就唔系噶啦。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深水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沙燕。Welcome to the Lux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t. Martin. 下一站寻湖。Next station, Steep Pond. OK, 咁而家就有一小段隧道啦，因为嗰度有个山丘仔啦，然后就上翻桥啦。啊，嗰边咧就系入雪线，呢度就唔系啦。咁啊，系深水线另一条路轨边，喺下面啊，系啊，一上一下嘅。系咁，我哋呢一段路咧都仍然系全程都系喺地面或以上嘅，系啦。咁而家虽然我哋攞落啦，啊呢度四条路轨啦，其实系一个掉头嘅侧线嚟嘅，其实系咁亦都够长，可以停放一两架车嘅。我谂可以停到四五架到啦，系咯，咁上下啦，系啦。咁即系换言之话，寻湖站咧系一个第二类车站，或者咁样讲系呢个地面车站啦。系啦，容易啦。啊，我哋唔系向前行啊，佢去前面骨头路嚟嘅。啊，呢度先喺黄线后面。好啦，跟住咧就。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嗱，接咧就有一样新嘅嘢咧，你哋而家开始睇到啦，就系点解望落去左边嘅指示牌又有啲唔同嘅。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系喎，嗱。系啦，除咗寻湖之外，咁见到一个啊，类似药丸嘅嘢，咁写住7和13。好啦，咁7应该都明啦。咁深水线嘅号码系7号啊嘛，系咯。但系13系咩意思呢？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纳铁一个新嘅系统，其实都唔系新噶啦，系亦都系天丽嗰度做咗实验之后，用咗一年时间去研究，然后喺洛圣架呢度用翻嘅。系啦，咁就系呢一个叫做，咦？等阵先，你哋会唔会叫做呢个叫编号系统呢？答啱一半啦。咁呢一个实际上咧系纳铁嘅数字及方向系统，
係啦，咁人哋咧即係玩，即係你都見到一啲無論現實又好啦，或者其他 Minecraft 鐵路都好咧，你都會見到有一啲啦，你會見到咧有一部分嘅鐵路咧係佢嗰啲車站同路線咧係有曬佢嘅編號嘅，即係如果你哋最顯著嘅例子就係、是、台北捷運、高雄捷運之類咁嘅或者咁嘅嗰類嘢咧，日本都有好多噶。好似東京地下鐵都有啊，係啦，咁嗰啲咧就係、是、用呢個數字系統啦，即係佢線可能用佢嘅顏色或者英文字母啦，然後就會加一個數字喺下面嘅。咁尋湖打後嗰啲新嘅車站唔止，納鐵現有嗰啲車站咧都開始改緊㗎啦，係要啲時間嘅，要啲時間改緊嘅，係啦。咁我哋叫佢7-13。咁七系咁点解唔用英文字母呢？你阵间就知点解，其实你都睇到了，系因为沙燕呢系啦，我话 Alpha 线会去嗰度啊嘛，咁 Alpha 线亦都有佢嘅编号噶嘛，咁佢就系用咗 A 啦。所有立铁嘅路线都有编号嘅，标准铁路咧就会系数字或者数字加个英文，即系例如支线啦，即系1A5C7A17T 冇噶啦，系啦，即系爆咗都系八十 D 嘅添。听唔到，系啦，咁速管咧就用 A B C D E F 咁样继续去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冇法子咧喺标准铁路嗰度咧用英文字母嘅，即系或者用颜色嘅，即系啊绿色线、哦，咁会叫做 G13 啊，咁唔会啦，冇办法啦，系因为我哋 G13 可能会系第时 G 号线嘅第13个站噶嘛，即系我都唔知道会起到咁多啦，但系咁上下啦，那个嗰、那个设计系，咁。73呢一度系第13个站啦，咁零喺边度咧？零咧就喺叠飞洲，我哋由零开始计嘅，唔系一，我哋系零嘅，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咁即系由叠飞洲站数上嚟，第13个站就系寻湖，第14个站就系尖岸，第15个站就系沙燕。咁如果我哋调翻转头睇嘅话咧，其实现有嗰啲就算系未改指示板嘅立铁车站咧，其实都已经有晒数字噶啦，系啦，立铁已经有晒数字噶啦，即系争在未改嘅啫，即系喺嗰个车站里面未改嘅啫，但系统上已经系 O K 噶啦。咁入算就12，入算南11，八元啊十咁样。咁入算线都有噶啦，1501、1500咯。因为入算南系入算线嘅终点站嚟噶嘛，咁就开始计嗰度十啦。好啦，你哋可能会谂到个问题啦，就系、是、如果好似球场线、群岛线、新华线嗰一类嘅线系左右会继续延伸噶嘛？即系你话近东同埋近西，但系近东都会延伸，近西嗰边都会延伸噶嘛？咁你个系统？咁人哋啲鐵路咧就會係重新編排個系統啦，但係立鐵咧，喂我真係冇咁多人手去做嘅喎，咁立鐵會點樣做呢？陣間你哋會知噶啦，係啦，呢條片咧去到大概一半打後咁上下咧，你哋就會知道立鐵點樣做噶啦，即係除非你哋之前同我傾過偈，咁你哋應該會知嘅，但係如果冇嘅話咧，我都會話俾你知嘅，好公平嘅，係啦，咁我哋翻翻嚟呢個車站先，呢、這、一個站係尋湖站，就係、是、深水線離開入雪區之前。嘅最後一個車站，亦都係第二類啦，所以咧前面咧都會有一個哇隧道哦，上行端啊，係啊 ，OK， 咁樣我哋睇翻呢一個站嗰、那個月台就係啦，都有翻啲玻璃啦。其實有陣時你哋唔惡高頭睇咧，睇唔到啲 detail 位嘅，係啦，咁唔好理啦，即係唔係唔理，而係即係。大家会明白的啦吓，呢样嘢就系咁有翻啲玻璃，咁加翻啲空间感啦，系咯，咁即系可能日头嗰阵咧就会有啲光线入嚟啦，即系自然光啦，系啦。好，我哋落去大堂先，大堂咧就喺月台下面嘅啫，咁就都用翻个几传统嘅方式去起翻啦，系啦，咁都用翻一个完整长度啦。咁因为咧NO 呢度咧就打算唔会话起太多个出口。在呢个站嗰度，咁所以咧呢一个站嘅闸机嘅摆位，即系闸区同非闸区嗰个摆位咧，就应该会偏向系一个半月形咁样啦，即系月形啦，月亮个月啊，系啊咁样。咁其实车站控制室喺边咧？我要揾翻佢喺边，我听又揾唔翻佢添。等先，我放大去睇先，应该唔系喺南面啦，咁应该放咗喺北面。啊，系啊，系啊，话埋俾我知你呢度，呢个站特别系有写洗手间同埋车站控制室个位置边。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都系喺闸区出面嘅，咁同大家睇一睇啦。呼呼呼呼呼，
哇，哦，系啊，系呢一度啊，系啊，个呢度突然间系有一个比较窄少少嘅通道，3米其实都唔好窄噶啦，即系有个通道啊，男女洗手间，再过少少就系车站控制室咁样啦，同大家睇下啦。OK， 系啦，咦，系、啊，我咪话咗呢个立铁会有新嘅方向。數字同方向系統嘅，所以呢一度都會加翻72、73同74咁樣。咁七咧，逢係路線嘅號碼咧，如果唔係用指示牌嗰款嘅標識嘅話咧，淨係純粹文字嘅話，有得改顏色就會係改嗰個路線嘅顏色。如果唔係嘅話，即係如果連顏色都冇嘅話咧，就路線要加括號咁樣。係啦，咁方便翻係嗰個係。嗰、那、一個數字係同條線有關嘅咁樣，係啦。咁呢一個就係尋湖站啦。咁深水線喺入雪區裡面嘅時候就完啦，即係佢都仲有啲站，但我講緊佢嘅延伸嗰個位咧就完噶啦。咁佢就會繼續啊，而家南下去內海區嘅。我之前講過話一個叫內海區位咧，咁而家多咗幾個站咧，係方便轉乘。咗好多噶，咁点解系因为同个沙燕检查站有关嘅？咁沙燕检查站咧，未来咧会去到六七条线咁样转咧，真系六条线咁样转法嘅话咧，真系好方便噶，同你讲系啊。咁我哋继续答咯，啊，往沙燕啊，即系唔好睇错啊。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好啦，咁大家见到1250米，其实都唔系特别远嘅啫。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欢迎乘搭深水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沙燕。Welcome to the Luxt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aint Martin. 下一站尖岸，乘客可以转乘深渊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Shaw Tip.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Abyss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咦，是的，尖岸站其实也是深渊线的终点站。我今次讲的永久终点站，那些人经常都说，你经常都讲永久终点站，永下之后呢，不知道多少年，它就会继续延伸的。其实呢，这件事呢，我都必须承认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我话永久终点站咧，即系起码我喺短期到中期啦，即系喺两三年以内咧，请小心月台空隙，冇计划去延伸嘅。咁其实我已经过咗对面岸噶啦，即系已经内海过岸口。请小心列车越月台间之空隙及地面高低。O K， 咁呢一度系，亦都系一个同月台转乘嘅站。哇，系咪好挂住呢啲同月台转乘咧？我收收车先。尖岸74，另一边就是1800，咁呢一度系开始嘅站嚟嘅。哇！如果话深渊，咦，深渊线喺度，咁即系可以去边啊？可以去深河啦。咦，哇，咁又好方便，点解？因为我哋会经过江角。哇，咁样嘅情况下咧，搭深水线咧，可以搭下，可以搭翻过去，即系喺呢一度转车啦。当然系因为呢一度同月台转乘嘅平衡方向啊嘛。咁即系你呢一边嘅上行，即系另一边嘅上行，即系18号线嘅上行系同深水线嘅上行系一致嘅，即系个方向系。嗱，我唔知系咪咁啱定系点啦，因为咧喺之前喺第二季嗰阵咧，南铁系即系呢条线系新噶嘛，即系深渊线系新嘅。咁开头我就谂紧，咦？南面是上行都好啊，我唔知点解嘅，即系有少少反转嘅。咁而家咧就真系啱啱好啦，因为深水线咧嘅上行咧而家就系都系南下紧嘅，咁即系冇冲突啦。其实唔即系话叫冲突嘅，即系你嘅上行系人哋嘅下行，虽然系同一个方向，但系人哋上你下冇乜所谓。其实即系呢一个只系一个表达方式嚟嘅啫。咁其实咧呢度又讲翻啦。其实立铁的数字和方向系统呢是跟上一季的车站的升级的上下行 definition 有关的，定义有关的。因为你都要想个方法去排列那个数字，那怎样才排得好呢？即是不会说乱咁排呢，即是我说01234这样去，唉，个个都懂排，但
但是点都有一个标准去排的。咁纳铁呢就是用上行和下行去决定那个数字的。咁呢度上行嚟嘅，即係两边都係上行嚟嘅。咁所以呢就会係零嗰度继续递增上去嘅。係啦，咁所以你见到呢一度沙燕双峭壁同江角咁都会去呢 10001020203, 记住保零啊呢度。嗱，可能未来呢有三位数字嘅系统㗎，即係嗰个站嘅编号㗎，即係我唔知㗎，可能係球场线出现都未定㗎，因为都好多站下㗎嘛，即係未来即係你都要预计去到接近无限咁滞啦，系啦，即系嗰啲叫谂远谂远啲啦，咁样系啦。咁我哋阵间咧就去呢度去江角嗰段路咧，就唔搭深水线噶啦，就会转搭呢个深渊线噶啦，系啦。咁即系其实即系虽然咧两边都去到沙燕，但系我谂搭呢个深渊线会好少少，因为第时深渊线即系都之后会继续搭啊。好啦，咁呢一度係两层嘅月台嘅，咁呢度下层啦，即係沙燕呢边，咁上层呢就啱相反方向啦，一边就叠非洲，另一边呢就咩都冇嘅，咁梗係啦，因为呢度落客㗎嘛，呢个係我讲过终点站，黑色地毡係代表落客，完全落客，下面白色地毡呢就淨係上客嘅啫，咁呢度落客呢咁就可以啊，即係北即嗰班人北上啊，即係深渊线班人北上呢啊落客咯，咁我可以喺呢一度继续搭过叠非洲啦。虽然呢系你有好多搭法，但呢个是肯定是其中一个，所以呢一个同月台转乘的设计点解会咁样编排就咁样解啦，系啦。咁呢一个站尖岸咧就系用咗好多嘅紫色啦，你又见到好多紫色砖啦，又好多即系乜都紫色啦，系啦呢一度咁就我唔知点解啦。啊，好似系同附近嘅环境有关。OK， 咁我哋又上翻嚟大堂啦，即系上两层就到翻大堂呢一个位，亦都系一个半圆形嘅闸区同非闸区嘅非闸区嘅摆法啦。咁亦都係基本車站設施，又係放曬一邊啦。咁嘅話，揾呢一個車站門就喺邊？應該喺呢一個站，我而家對住望住呢個位嘅對面。咁因為呢一個咧係一個轉乘站，所以洛聖家咖啡咧又會有翻，即係一定會有啦，係啦。咁洗手間又係跟翻呢條公式啦，就喺呢個洛聖家咖啡嘅隔離啦，咁樣啦。咁呢個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呢度咧其實係有四個出口嘅。咁头三个呢即是 ABC 出口呢都係喺上面地面嘅。咁呢度係有一个好大嘅天井，好多玻璃。我真係唔知点解会咁多玻璃嘅啫。咁我哋而家去一去 B 出口啊。咁呢度呢就係尖岸啦。啊呢、這个尖岸出面嘅环境啦。啊落晒雨都有嘅啫。啊係啦，咁呢度话有四个出口，咁头三个呢都喺地面啦。第四个呢都啱都睇到㗎啦，就係、是、去中心接运嘅同名车站。佢出現先嘅，即係尖岸呢一個站咧，其實係中心接運嘅站起先嘅，應該都有一兩年噶啦。哦，冇兩年都有一年，係啊。跟住到納鐵而家都到啦，咁即係當然啦，會即係當然唔會起太近去影響佢啦。即係因為第時係咯，同個發展有關啦，係啦。但係我哋起碼即係名義上會有一個出口啦，喺地底呢一度啦。咁啊，哇，好遠啊，唔行啊！唔行啊，系啦，太远啦，咁即系不过都大家都会知道会去嗰度啦，唔系啦，都去一去好啦，快啲咯，行快少少咯，即系总之大家容易啲睇啦，咁兜翻个弯度，即系斜啦，系啦，咁我哋到啦呢一度，中心接运啦，呢另一边就纳铁啦，即系其实我当呢一条系界嚟嘅，即系呢个位置界嚟嘅。咁呢度就係人哋個集區嚟㗎啦。哦 ,ok。係啦，尖岸站咁啊两个数字呢 ,74 同1800啦。呢个 D 出口。係啦，咁如果呢一度唔係话有特别大问题嘅话，我哋就会继续搭车啦。就我哋就会转搭深渊线去江角。即係唔係一次我搭去江角，即係嗰个方向係江角啫。即係深岸嗰边。好啦，咁睇清楚啲先。一号、二号、三号月台，嗱，记住三号月台唔好去错，系啊，因为呢度继续落嘅。哦，我哋到咗啦，深河嗰边，即系三号月台。啊，个人嚟讲咧，我真系好中意咧月台吊板嗰、那个月台号码咧系唔系填满咯，即系用一条圆圈嘅线，跟住里面有个数字咁样三号咁样，唔知点解我觉得咁样睇好顺眼。唔知大家点谂？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车门即将关上。车门即将关上。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欢迎乘搭深渊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深河。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沙燕，乘客可以转乘 Alpha 线。Next station, St. Martin.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Alpha Line. 好啦，咁点解我唔讲可以转乘七号深水线呢？咪梗系啦，因为如果你要转深水线嘅话，你会喺尖岸站转咗。如果你喺尖岸站本身系尖岸站嘅话咧，咁你直接搭又系直接去呢个深水线啦，所以咧系唔会出声嘅呢一度。咁更何况呢一个系上下站咯，系咯。咁所以就悭翻口水唔讲啦。咁点解我话会搭呢一个嘅？深渊线唔搭深水线咧，两个都系深啊，不过唔同字啊，系因为呢一度有多啲嘢睇咁解啫，啊又唔系话特别多好多嘅咁样，咁我哋就要经过一个即系上翻高架，经过一个沙漠，再经过一个平原，我冇记错嘅话，咁就会到站噶啦，咁啊嗰度都两公里噶，即系两公里都唔系话太远嘅，咁你搭分零钟其实都到噶啦，系咯。咁呢度就全直路啦，即係叫做我叫佢做冲刺段啦，即係咁样叫佢啦，係啦。即係可能都係同我近排玩嘅啲游戏有关啦，不过唔理咁多啦，係啦。我哋离开咗沙漠区啦，咁入返呢个平原同埋少少山道啦。哦，你见到上车啦，即係代表差唔多到啦。咁其实呢一个站呢亦都係一个同月台转乘站，亦都係一个检查站。即係深水線同埋深淵線就係同月台轉乘咯，即係我最多可以咁樣講。請企喺黃線後面，因為其他未來其他線就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唔會有呢一個功能字嘅咁樣。好，我哋到站啦。列車即將開出。列車即將離開。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如果我冇記錯，呢度應該係上層月台嚟㗎啦。啊，係啊，係啊，你見到上面有玻璃已經喺上，即係。看到上面的天已经是即是告诉你是上层月台了，这样跌飞就即是你这里是相反方向的同月台转乘，即是好像一个双胞胎这样咯，即是一边即是一个站是平衡，另一个就是反转那个方向，是啦，那又是这样方便这样转乘，也都是这样铺，即是专门这样铺牌的，又是通常另一边终点站呢，就如果用同月台转乘，另一边是终点站的话呢，就会用平衡的，多数都是平衡的。咁其实如果你话平衡的话，你现实都有好多例子啦。是啊，现实真的有好多例子的，我不讲啦，因为那个呢，我是啊，这些大家自己知道啦，是啦，是啦，是啦。咁香港都是得嗰一两间铁路公司嘅啫。咁佢咁样铺牌啦。咁我都是咁样铺牌啦，即係呢一个系只不过系 generally speaking 解啫，即係笼统啲咁样讲。一般嚟講，咁啊呢一度就嗰邊係上層月台，咁啊下層月台就14号月台啦，一邊就往尖岸啦，嗰邊啊終點站嚟噶啦，咁啊呢一個就暫時係終點站啫，係啦，所以點解有陣時咧，之前有人問咁點解深淵線同埋深水線唔合聽啊？其實是因為我想預翻深水線未來都會有延伸噶嘛，即係呢個肯定噶啦，呢個即係全世界共識咁滯噶啦，所以咧。我不合併佢咯，因為合併佢咧好麻煩嘅，係真係好麻煩啊！我諗講啲嘢真係。咁呢度除咗有深淵線同深水線之外咧，未來亦都會即係而家其實 Alpha 線咧都啱啱由護壽區咧都延伸到呢一度，我哋陣間都會打一搭嘅。咁未來咧即係第二期，其實唔使擴建噶啦，因為咧我一起沙燕檢查站嗰陣咧已經預曬呢六條線噶啦。即係除咗 Alpha 深水深淵之外咧，亦都會有原生出台同埋 Fox 線嘅，係啦，就係嗰三，就係嗰幾條線。即係未來呢一度係可以搭佢出台嘅。咁呢度搭唔搭得翻去大都會嘅，得啦，擺到明啦。未來可能有三條路俾你揀翻大都會啊？邊三條啊？咪就係 Alpha、Fox 同原生咯。哇，三條路都係翻大都會，即係大家即係兄弟爬山。咁嗰度真係有好多站啊，即係嗰度好多條線啊嘛。咁你係咪都撞到一啲嘅？但係你都去到出台喎、啊。但係你呢邊入雪都去到，南面咧就係、是、可以去到首時同埋綠洲嗰邊啦，係咯。即係雖然我都知道你球場線都可以去到好多地方。即是你江角那里转，江角那边就是跟这里有关系咯。
咁我哋喺呢一个沙燕检查站嘅大堂啊，其实个大堂真系好大嘅，呢个真系好大，同埋好疏，即系啲设施好疏。其实我唔想放太多设施嘅，即系话叫所谓设施，系因为咧，我都唔知点讲好啊。有阵时留翻啲位啦，留翻啲位有翻啲空间感啦，乜嘢都好鬼逼咁样。好啦，讲完设施啦，咁讲下另外嗰四个月台喺边。其实不是四个月台，是有八个，因为未来咧会有四条线，三条线，因为 Alpha 线已经用了其中一个，跟住咧啲人咧又咁样讲啦，即系我听翻嚟咧，啲人又我咁讲啦，咦个第时咧呢度即系中间有两有几条桥噶嘛，会有啲楼梯同升降机落嘅，咁啲人话咧，哇咁咪又好似九龙站咯，即系九龙站由大堂落去东涌线月台嗰阵咧，就会经过机场快线嗰两条路轨，系咁我而家直情系唔单止模仿佢，仲交佢成四。咩成？点解成四啊？因为下面呢度有八个月台，即系下面有八条路轨啊！即系呢度落去嗰阵，你会经过咗八条路轨咁多嘅。你系一，即系呢度一个岛、两个岛式、三个岛式、四个岛式，哇，四个哇，真系多到你唔信啊！系啊，第时接驳路轨嗰阵咧，又要谂嗰啲高度啦。如果唔系咧，就算地底仲难搞啊，容易撞啊，系啦。咁而家暂时净系开咗一个嘅啫。就是 Alpha 线，呜 ，Alpha 线，我又话护手区系终点站咧，三年之后咪又系伸咗过嚟，系有三年啦，真系有三年喎，因为护手区站喺2016年起嘅，而家2019就嚟2020啦，三年之后又啊延伸啦，其实三年之后延伸其实好快嘅，系啊，我唔系即系我话时间真系觉得咁鬼快啫。OK， 系啦，咁呢一度就四组嘅岛式月台，即系东西面岛式月台其中一个。咁下面咧就会系原生线，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对面咧就系、是、见到1901啊，我专登写嘅，咁嗰度咧就系、是、出台线，下面咧就系睇唔到 Fox 线嘅，咁呢下面原生啦，系咯，咁呢度就 A05， 咦 A05， 咁前面有四个站，咁前面有四个站，4、3、2、10，唔系喎，前面有五个站，咁边个啊？四是户寿区，三是城北，二是大都会，咁零一肯定是顺华啦。咁00是咩啊？右托咯，即系之前都同大家讲咗 ，Alpha 线是右托噶嘛，所以我决定咧，佢应该是由右托出发嘅，即系佢嗰个数字上行应该是由右托嗰度开始咁样计嘅，所以呢一度嗰个编号咧就令到呢一样嘢更加稳定啦，即系。規劃上更加穩定咁樣解咯，跟住臨離開呢一個站之前，有樣嘢都要交代翻沙燕呢個字典嚟。沙燕橋係同沙田有關嘅，亦都係同我以前好細細個住嘅第一城有關嘅。咁即係第一城即係沙田裏面啦，係咯。所以我就攞咗呢一個棒球隊嚟做名，就係咁解。可能未来有个翠蓉噶，我唔知噶，睇下点咯。好啦，咁我哋而家搭一搭车去户寿区，跟住就会搭翻翻嚟转深渊线，继续搭落去嘅。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The 车门即将关上。车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 Alpha 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顺华。Welcome to the Alph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Comp Ward. 本班为 Alpha 线列车，下一站系户寿区。This is the Alph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Zuchuri. 呢一度咧，其实我有少少呃咗大家嘅，系呃咩咧？户寿区站我系冇录到音嘅，唔單止冇錄到音啊，直情係要 cut 音添啊 ，cut 咗少少，咁我可以當啊呢度錄入去，係我都唔知點解我咁懶，我就話叫懶啦，但係其實，喂，真係護手區咪得咯，即係我即係嗰個錄音稿度冇改啫嘛，即係用翻好舊嘅版本，唔好理啦，但係其實係咯，喂，咁樣解嘅啫，話就話即係好似你搭呢個觀塘線嗰陣，你都會經歷咗嗰個報站。嗰、那個報站配音都經歷咗好多年咁樣啊，我都唔爆佢歲數啦。其實都係咁類似嘅嘢嘅啫。
呢一度就會係全地底會經翻過去呢個護守區嘅，所以咧雖然護守區嗰邊係地面，但係嗰度會係會落地底，就會過嚟呢度嘅。但係除此之外咧，我亦都部署咗多一樣嘢，係即係叫做喺路軌上嘅規劃會比較完善一啲，就同承搭冇關係嘅。其实可以有关的，但我想我都不会搞到这么多花神，因为真的会乱到不得了。 OK， 这里转落，跟着你会看到右手边有两条路轨，其实后面还有一条，还有两条路轨，这里有五条路轨的。咦，这里是什么来的？隔离那条是什么来的？咦，有路牌的，那即是什么呢？那条其实是发平线来的。发平线啊，即是屏東去內海東那段路，那段路呢原本是真的很長的嘛，成五六公里的隧道來的，很久的。 OK， 那我們 Alpha 線經過那時候都跟他 say 過 hi 啦，所以呢我們這樣即是專登起一些分叉路口在那裡，這樣解。那我們現在離開了那段路了，那我們就會去護壽區了，都差不多到了，得翻四百米。即将到达护寿区站 ，Approaching Zuchuri Station。系啦，呢个亦即其实呢一个系咩终点站嗰个广播嚟嘅，但系我就 cut 走终点站嗰段。系啊，有好多人咧好失望噶，点解？因为咧我冇留底，系我真系冇留底。咁我哋而家就慢慢上翻去啦。呢度就新起嘅。请小心月台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哦，直立式路线牌啊！系成个 NL 应该净系得两笪地方系。是有这个直立式的路线牌，一个是护寿区，另一个是岭后湖。原本呢这两个直立式是一样的，但是自从延伸了之后呢，那没办法啦，那都要加个新的。对咯，那这个。我想这个其实未来都会再改的啦，改什么呢？加速加回数字上去咯，我想很快加回的。对啦，这个护寿区站啦，即是也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站，即是我个站都这么喜欢，即是我最喜欢这个站，这样对咯。不是说比较，因为这个站我真的很喜欢嘛，真的很喜欢。好了，护寿区本身呢就是二三号月台呢，就是两边都是回去城北那边的，即是埋站又是，还有离开个站都是，即是好像那些两个月台跟着就梅花间竹这样入来，然后就做这个掉头上落客咁樣，即係嗰啲咩終點站咁嘅款啦，即係類似咁樣啦。但係自從咧延伸咗之後咧，咁呢支歌仔冇得再咁樣唱噶啦嘛。咁我哋就三號月台即係靠翻咗啦，就一定會有三號月台噶啦。即係如果你有城北大都會嗰邊過嚟嘅話，咁就由三號月台嗰度會繼續搭翻過去沙燕檢查站嗰邊。咁另一邊咧就會繼續搭去蒜華嗰個方向嘅。即係如果我哋冇落車嘅話。系咯，即系大概会咁样啦。咁未来可能会加呢个数字啦。系啦，呢度写翻 Saint Martin 啦，4660米啦。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但系因为我哋落地底咧，所以咧速度就冇限啦。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 Alpha 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沙燕。Welcome to the Alpha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Saint Martin. 本班为 Alpha 线列车，下一站是沙燕。This is the Alpha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Saint Martin. 我哋又落翻隧道啦，咁又落翻隧道，即系我哋又会同呢个发平线打招呼啦。咁我真系可能未来咧，我可以谂一谂咧。即是会不会可以在内海东站跟着转过来 Alpha 线去沙燕，或者由屏东那里上来那阵会去了护寿区，或者护寿区去屏东，不知道呢，其实
真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哦。是啊，即是这件事虽然是想得过，但是就一来避免麻烦，二来呢就是不要忘记法平线是标准铁路路线，这个呢是速管铁路路线， 是有些分别的。虽然他们两个的系统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呢速管转去标准，标准转速管呢，我觉得真的有点过火位。即如果我说什么深水线和西环线、新华线和、东环线、Bravo 线和 Fox 线这样转，那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哇交叉这样转呢，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些真的有些问题了，是的，这样解。OK， 我们又过了法平线那边，又转回个弯，就会上回去西燕检查站的。咁我哋不如都讲一讲 Alpha 线未来点样行啦、啊。其实 Alpha 线咧，即系未来咧，应该都会兜过去玉华陀龙嗰边嘅。Fox 线咧就会稍微高少少，因为佢始终未来都要去嗰个新嘅机场咁样。但系就系咯。咁另一个 project 我就谂紧嘅系东环线嘅延线，即系支线嘅一个可能性。其实，佢已經好長，佢即係佢而家係全立鐵最長最多站嘅路線，再幫佢賺多賺到好遠嘅話咧，我都覺得一個點講好咧，我都唔知點樣講。但係佢唔係做唔到嘅，因為我曾經諗過嘅嘢咧，係喺通域分佈嘅跨島線係做過嘅。如果大家記得那個位叫雅典娜港。嘅北面咧係會分叉到，即將到達沙燕檢查站，乘客可以喺呢個站落車轉乘深水線或深淵線。Approaching Saint Martin Checkpoint, passengers can disembark here for the Luxor Line or Abyss Line。係啦，雅典娜講，跟住咧就兩邊咧就會有三個各自嘅站嘅，即係一邊左邊右咁樣。请小心列车月月台间再回合翻去。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嗰个你去睇翻呢个纳西加铁路通未分布第60回简介啦，即系我第一条片啊！你哋帮我睇翻我第一条片啦，我唔记得咗啦。好，仲喺度嘅条片，我冇 delete 啊！哎，呢度冇啊！哦，喂，剧透，严重剧透，乜都睇唔到，唔系，咁即系其实咧，第时咧呢度下面咧有一个大堂嘅，好大嘅大堂啦。所以点解解释到点解沙燕检查站而家仲系冇呢个洛圣加咖啡，暂时冇啫，未来会有嘅。就喺未来嘅白杨线嗰个下面个大堂，就会有一个枢纽铁路，即系话而家你哋中意叫个机场铁路啦，系会有嗰啲咩市区预办登机加行李托运之类咁嘅嘢啦，系啦，咁样，即系呢度都玩过嘅，不过唔系香港，系台湾。跟住搭佢条超慢嘅捷运，即系嗰啲叫咪叫捷运啊，慢运啦，冇所谓啦，系啦，咁啊算啦，因为嗰度几轻松嘅，虽然嗰度都系啦，咁其实沙燕检查站都唔会讲太多啦，咁我哋会继续去啦。哇，差啲想搭我呢个月台啊，去翻尖运啊！嗱，真系小心唔好搭错车啊！呢啲真系睇清楚啊，因为咧。而家即系写到好，即系啲字咁大只，个方向咁清楚，啲箭嘴咁清楚，又粗，即系唔好讲啲人哋啲幼箭嘴咧，啲粗箭嘴嚟噶嘛，系咯，粗嘅箭嘴去咁样嘅话，即系搭错车嘅话，真系冇仇报噶喎。Even 系我自己搭错车，我怪边个啊？怪自己啊？即系怪起铁路嗰个？喂，我系起铁路嗰个啊，咁自己怪自己，咁唔合逻辑噶嘛？呢边三号月台向下往深河。跟住你会见到江国嗰度嗰个药丸咧，嗰个样咧有啲唔同喎，同沙燕呢一个，我阵间就会同你解释噶啦。不过唔系解释呢两条线，阵间搭到星影线嗰阵咧，你就知咩事噶啦。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深渊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深河。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双峭壁。Next station Twin Cliffs. 我哋去双峭壁，其实双峭壁咧亦就唔喺内海区噶啦。哇，两个站就离开个区，都几近交下喎。系啊，呢一度嘅路咧都比较远啊，系啊，因为咧呢度中间系有一个海峡。
是界开了这个内海区和玉华区的，所以这条桥将会是很长的。那它的风格呢其实是有点像我抵不到啊那个叫刚角去草逢的 Bravo 线那条天桥，这样未来应该不是只是 Bravo 的，未来球场线都会这样走的，那里会有些改道啦。即是这个改道呢，我在个 page 那里已经即是同都跟大家交代了未来是会怎样做啦，这样啦。那现在呢就过一个海峡啦，就只是海啦，两边都是，其实不是真的海来的，因为只不过是一个很阔的海峡，即是很阔的河，即是那个叫什么叫玉华江嘛，那条江是，但是那条江呢是做阔过维多利亚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阔都阔两公里，维多利亚港一公里都可能没有，因为可能都是900-800米咁上下嘅，咁唔知点解可以吹水咧？可以吹到咧，已经真已经过咗岸啦，真系都唔慢噶呢个位，系咯。不过起条天桥咧都唔系话太难，即系如果全直线嘅话，咁因为当初嗰啲规划都系尽量就翻有咁直得咁直啊嘛，咁所以嚟紧咧下一集咧，其实都有几个站都系直线铺排嘅，好多直线咧，系啊。系咯，咁啊大家开心啦，直线快啲啊嘛！好啦，我哋登咗陆咯，跟住就到站啦。到站嗰阵咧，呢个站亦都有啲想讲。请喺黄线后面等候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佢有啲似诈士癫站噶，点解佢有啲似诈士癫站咧？呢条线都系诈士癫咁站。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是因为它有两个大堂啊，这里其中一个大堂啦，即是我有两个大堂，一个叫做南大堂，一个叫北大堂，那南大堂是 A 出口，北大堂就是 B 出口，那这个就是车站控制室啦，是咯。喂，我想入车站控制室，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哦、但是在哪里入口呢？稍后告诉你知，因为呢度系冇入口嘅，即系呢度摸晒啦，冇暗格噶，呢度冇暗格噶。即系我起码可以话俾你知，真系冇暗格啦。即系我唔讲大话啦，呢一度，即系应该都唔会讲啦，系咯咁样。多谢成个立铁啦，咁呢个 A 出口，咁呢个行过 B 出口啦。咦，洗手间喺边啊？咦，呢度有得落喎、啊。洗手间咪就喺下面呢层咯，哇，真系方便到不得了啊！即系你地面嗰度闯入嚟，闸都唔使入嚟就可以洗手间啦。飞集区，因为我通常啲站嗰啲厕所咧都放咗喺飞集区嘅，咁唔使入啦，公家噶嘛，个个都用得噶嘛。唉，俾个 J walk 一阵啦 ，J walking 一阵啦，我要去呢度去 B 出口啊。系啦，呢度 B 出口双子壁站啊，102尖岸数落嚟第二个站，呢、這个就系北大堂啦，另一个大堂啦，咁就完全放喺地面嘅，咁样。咁就可以上翻去月台啦，即系呢一度可以，系啊，中间有一层嘅，呢层其实就系南面嘅大堂嗰一层嚟嘅，所以有啲唔同噶，两边嘅高低系有啲唔同啦。咁我哋而家就睇一睇呢一个站嘅车站控制室究竟放在边度？个车站控制室放咗喺，咦等先，又好似有人起一条路喎、哦，路系话行出嚟噶，嗱呢一度呢部分唔系我起嘅。我咁开心嘅，喂呢条路唔系我起噶，边个起噶？喂，不过唔紧要，我中意呢条路起得唔错，呢条路起得唔错，系啦，呢一度就系车站控制室个入口，点解会放咗喺呢座山入面？点解？因为呢一个系个天然矿洞嚟噶，一个天然嘅矿洞，完全天然噶，呢个唔系我整出嚟噶。你最好即系最好唔好行嗰度啦，嗰度唔会有啲乜嘢嘅。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的，下一次后果自负，后果自负、啊、走那边，走这边呢就走回车站控制室呢就安全很多。哇，要走一段路才走到过来，真是搞笑的。是的，这边就是车站控制室，这里不说太多了，刚角就是103啦，即是1803啦，或者怎么说都好啦，冇乜所谓。咁我哋而家就，因为呢个站都讲到差唔多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单线好传统嗰啲站啦，即系传统起发嘅站啦，所以咧，呢、這个站都差唔多讲完啦。
啊，系啊，见唔见到前面呢一度咧，有个有一堆铁砖，然后加个荧光石，呢一个咧其实系纳铁嘅新车站标记嚟嘅，即系你唔好话佢起得靓定肉酸，我只需要功能，即系呢一度就。即係嗰個位置，即係話俾我知道，哦，未來啊，即係嗰陣時啦，未來第三季第七集咧，會喺呢一度氣箱峭壁站啦，咁我就會喺呢一度動個信標喺度嘅，即係唔係嗰啲光柱啲信標，即係我呢一類咁嘅信標。通常咧，起完個站咧就拆噶啦，或者起個站嗰陣咧，呢個信標就唔存在嘅，所以你哋應該都未見過嘅，即係好少部分人見過啦，即係跟住我動信標嗰啲人會見過咯。但係我專登唔拆呢一個嘅，咁可以俾我同大家解釋翻啦。当然啦，呢一个片段拍完之后，我唔会拆嘅，不会拆嘅。所以咧，如果你想嚟睇嘅话咧，就不妨过嚟双峭壁嗰度望下啦，咁样。咁呢一个站就介绍到呢个位啦，即系呢个站都系蓝蓝地色咁样啦。好啦，咁嚟紧咧，我哋就会翻去光角站噶啦，就可以同球场线同埋 Bravo 线转乘啊，真系 Bravo。话咁样讲啦。啊，跟住可以继续去元澳龟灵山啦。喂，记住啊，元澳啊，个澳字啊，已经有字噶啦。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深渊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深河。Welcome to the Abyss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Heart River. 下一站江角，乘客可以转乘球场线或 Bravo 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Con Corner,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Stadium Line and Bravo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咦，我啱啱来咗，唔好意思，不过啱啱都系播紧广播，咁你都可以就打，即系大家可以听翻嗰个广播。咁就我哋继续南行去呢、這个江角站啦。唔知点解咁中意提江角呢个字，系因为江角系第二季第一个起嘅车站嚟嘅。我唔知点解我记得啦，02001啦，佢个编号系。咁我哋就哦嚟翻有路嘅部分啦，即系楼下有路噶啦。呢个都几高下个89都。咁见唔到下面咧又有路轨啊？下面呢唔知帮唔帮佢做宣传啦，冇所谓啦。下面嗰条铁路呢係比 Anna 行好快，比 Anna 快嘅铁路。佢叫做中华急行。如果我冇记错，英文叫做 China Express。咁样啦。係另外一个玩家去起嘅。咁咁啱经过呢一度啦。咁啊呢条路哇两边嘅立铁路轨呀完全分开。即係我好鍾意呢个位嘅啫。呢度其实仍然分开嘅。咁都係走返落返車就會到江角站啦。喂，到站啦終於。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之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哦，到路到站啦。哇，呢度上行啊，終於到江角站。如果跟住就會繼續去嗰啲咩元澳龟灵山同举石湾咁樣啦。咁我哋都同大家睇一睇六号月台。是六号月台往尖岸的指示牌月台吊板，因为我都知道大家想看看啲咩新的月台吊板。哎呀，话时话险境站的月台吊板已经出现了，不过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不过我都是看不似那些往启那些鬼东西，都是这样的，都是靠右行那里。是啦，咁就呢度就江角继续去双峭壁沙燕尖岸啦，呢度六号月台系咁样啦。咁江角站之前都介绍过啦，咁我都唔特别即系同大家讲啦。咁如果你想睇翻嘅就第二季第二集嘅话，冇记错嘅话，希望冇错啦。如果有错嘅话，即系呢几个字你哋唔好记住啦。系啦，第一定系第二季噶啦，即系起码系，因为佢第一个站啊。系咯，都应该差唔多啱嘅，因为第二季第一集系同。第二季第一集系只不过系大都会总站加四组出管铁路月台啫，即系 Alpha、Bravo、Charlie、Delta 四个啫，唔理啦，即系咁上下啦。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就完啦，咁我哋就去第二个部分，就系星影线嘅部分，咁亦都同大家解释翻数字同方向系统嘅另一样嘢。我未解释晒噶，我哋喺边度啊？南针洲咧，继续咧，杰斯卡州啊，可以去，哇！呵呵呵，现在真的去得了，之前呢还是叫南针洲的嘛。其实
我就叫南針州啫，但係一去去好耐噶啦，一去去好多噶啦。恩斯州、戰共巴十州冇錯啦，以前係叫戰星州嘅，但係因為咧佢喺丹拱州同埋戰星州隔離，所以叫戰拱。咁樣繼續去，呢度都唔介紹啦。想即係想我介紹嘅話咧，就睇翻上一條片啦，即係應該啱啱都係上一條片嘅最尾個部分。呢度去恩斯州先。列車即將開出。列車即將離開。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车门即将关上。车门即将关上。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星影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杰斯卡州。Welcome to the Stad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Jessica Island. 下一站恩斯州。Next station Yash Island。呢一集嘅星影線咧，由南針州去傑斯卡州中間咧，係有三個新嘅車站，即係啱啱講到喺恩斯州、戰拱同埋巴什州呢三個站，跟住就會落到傑斯卡州，可以同西環線轉乘。咁呢一個發展部即係星影線嘅一期，星影線嘅一期係由基台州去木衛二啊，係好遠噶，二十個站啊，嗰度有。咁都差唔多完㗎喇，呢個係咩二，即係咩二，因為下一集呢其實直接開始㗎喇嗰度。咁而家就我哋會去咗恩斯州站先。不過呢度有一樣嘢呢都要同大家講返，唔好意思㗎。咁唔好意思啲乜嘢呢，就係、是、呢一集裡面嘅星影線，即係傑斯卡州同埋南針州站中間嘅所有路段，應該都差唔多所有路段㗎喇，就有得少少唔係啦，就全部都係行海底隧道嘅。因為我都唔知點解覺得呢度嘅地形呢真係好差，所以呢唔好適合行嗰個海中嘅嗰個管道，即係洋底嗰款嘅管道，所以就用返即係海底隧道，但係都係用返第七類車站嘅，即係呢個可以放心。請小心列車越越台間之空隙。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到恩斯州站。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列車即將開出。列車即將離開。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係啦，咁我講過啦，會加個數字同方向系統噶嘛，唔好意思。係啦，咁呢度就係十二啦，十二啦。咁點解會叫你先？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咁冇問題啊。跟住望望呢度，咦？唔係廿一、十二喎，點解會係十二、廿一嘅咧？啊！呢一度就係想解釋翻點解即係立鐵會用呢一類咁樣嘅，即係嗰個數字就數字方法。點解用藥丸啊？就係因為我啱講到類似即係球場線、群島線同埋新華線嘅嗰個發展方向，喂兩邊係有50%嘅機會繼續發展噶嘛，即係兩邊一樣係繼續可以去噶嘛，即係更東又去得，更西嗰邊又可以繼續去噶嘛。咁數字嗰度我亦都唔會好似嗰啲現實鐵路公司咁，每延伸一次咧就會將啲 number 全部重新編排曬，冇啲咁嘅嘢。所以咧立鐵咧就呢一個新嘅叫做數字及方向系統，就係咁樣解啦，有個方向喺度。咁點解將個廿放下面？係因為呢、这個系統咧就會界定咗兩類嘅車站嘅，一個叫做上行車站，另一個叫做下行車站。呢啲你唔使記嘅，點解？你睇前面嘅藥丸咧，完全明曬噶啦。你如果見到嗰個路線 number， 即係填咗色嗰部分係喺上面嘅話，即係剛才即係類似尋湖啊、尖岸啊嗰啲，即係你見到7同18咧都放咗喺頂嘅。即是那些路線 number 的話，英文字母放在頂那些呢，那個是上行車站。即是那個你見到記不記得那些什麼 MD 牌啊，是繼續向上的，即是負數去正數那個方向的。那也都是會寫著上行的，即是月台面那裡寫上行端的。那那個就是上行車，即是那邊會界定為上行車站的，即是如果大過零的話。那另一邊就是下行車站，下行車站呢它的路線呢那個 number 填了色那部分呢就會放在下面。12-21啦，所以咧，如果假設星影線喺基台州嗰度咧會繼續上去嘅話咧，上去12個站咧，嗰度咧就會叫做21-12，呢度就係12-21。咁就咁聽咧係有時會亂嘅，咁你大家睇翻。咁亦都解釋到月台吊板裡面咁點解12-13-14-15點解呢一個數字呢、這個圈圈，亦都有一部分係填咗色。即是我没写数字但也都填了色，其实是告诉你知道上行或者下行的方向在哪里。
呢一个设计真系我自认真系觉得好聪明，因为咧我话咗俾你知，21放咗喺下面，即系下行站啦，系咪？跟住你望一望恩斯州呢一个月台吊板，你见到填咗色嘅部分喺右边，咁即系右边系下行，左边系上行，所以你望一望对面月台啊，月台另外一边嘅月台上行月台嚟噶嘛，但系我呢一个下行站，下行站嘅上行月台。所以叫填色嗰部分咧，就会喺另一边啦，就喺左，就喺左手边啦。所以你会见到呢一个位，即系十二左手边嗰个填色嗰个位咧，永远都会对住下行嗰个方向。如果呢个系上行站嘅话，就永远对住上行嘅方向，系咁样解嘅。咁几时由上行变下行，下行变上行咧？即系嗰啲站系00嗰个位，00咧系我当上行嘅，00我当上行，但系就唔会有个00下行嘅。所以你放心，00只会出现一次嘅啫。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变咗做嗰个电子计算学里面嘅 ones complement 噶啦。ones complement 咧出现咗两个零嘅，如果冇记错嘅话，一个负数零，一个正数零。但系呢个字有一个正数零嘅啫，系啦。咁呢一个就亦都唔会乱咯，喺呢方面就。咁我亦都解释埋下行方向嘅嗰个叫数字同方向系统。所以我觉得咧呢个系统咧系真系好适合咧去成个 NR 去用嘅。跟住，因为个系统已经好稳定，即系研究出嚟嗰个系统。亦都即当然啦，如果未来即有一条支线同名嘅，即同一条线嘅支线嘅话，你可能都系加防 A。但如果未来牵手线嗰只嘅话咧，嗰阵再谂啦。数字任你砌嘅啫嘛，呢、這个真冇所谓。其实我已经谂到噶啦，我已经谂到。但系呢、這个即到嗰阵真系发展嗰阵再同大家讲啦，因为而家都系纸上谈兵啫嘛，牵手线嗰边。咁我哋讲返恩斯州站啦，恩斯州站呢係一个第七列车站啦，所以呢係有一个海中通道，亦都有一个海里面嘅即係海床嘅月台咁样啦。咁呢个站呢有一个特色嘅，即係除咗呢一个站嘅大堂，即係唯一喺呢一集里面嘅星影线嘅大堂呢係喺岛之外，其他都係喺月台嗰度㗎啦。係咪呢？好似係。是啊是啊是啊是我都冇乜几成嘅。但是呢即是恩斯州呢有咁个特色啦，同恩斯有关啦，即是同我即是食字啦。所以呢我故意咁样呢喺恩斯州站嘅大堂呢做咗个课室。啊有老师咁样啊。Good afternoon, Miss Kwan, 啊是咪真係好似嗰啲系冇似嗰啲小学生中学生呢讲嘢冇精神嘅，全部平音过㗎。啊，关到先按啊，咁样嘅系，即系你咪啲回忆翻晒嚟咧，又差唔多啦，系啦。咁、有个黑板啦，咁啊前面一定有灯噶啦，跟住仲有哇，我呢个专登铺排嘅40个座位，系我小学嘅排法啊。后面不忘有壁布板，跟住心谂一加一梗系等于二啦，即系除非你想 define 一加一等于三嘅啫。其实一加一咧有啲咩情况下可以等于三咧？我可以话你知得噶，就系当你将数字的排序是13245678910的话呢，一加一为三咯。跟住三加一为二咯。跟住二加一为四咯。是啊，其实都是任你计的嘛。OK, 不讲那里。仲有一样嘢是童年回忆兼且是童年阴影，就是你头额顶那把风扇。是啊，那把风扇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成日都会迎住那里跌下来的嘛。但是真的跌过的，不是我那边。但是我好像有听过新闻说是这些线真的跌过的，但是应该不在香港的。所以大家放心。是啦。但是呢这些真的你忘记不到的。你小学中学呢你基本上呢应该都是接触这些风扇。过了中学呢你就见不到了。是啦。那这个就是。唔好意思，恩斯州站嘅大堂啦，咁亦都有洗手间同埋乐圣家咖啡啦，系啦。跟住我哋咧就会继续去搭星影线，会落杰斯卡州个方向嘅。另一个就系战拱站，唔好意思，战拱站咧样嘢咧仲劲啊，仲劲过恩斯州啊，唔系叫劲，唔系话叫真系劲过恩斯州，而系佢亦都有好大嘅特色。唔单呢三个站真系好有特色。一嚿胆讲，讲好耐可以。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星影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杰斯卡州。Welcome to the Stad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Jessica Island. 下一站箭拱，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War Arc.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咦，开左边门喎、哦？其实箭拱站咧，第一个特色就系第七类车站第一对侧式月台嘅车站。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净系未出现过啫。即系如果你话一个种类里面，嘅车站有分岛式同侧式嘅话咧，应该净系得第七类咧，以前未出现过嘅啫。咁以前高架有冇啊？高架梗系有啦，维林同埋静默湖咪得咯。地面咧咪都泉同埋啱啱嘅沉湖咯。咁第三类咧，咁二中湾同埋。请小心登陆杆咯，登陆杆系侧式噶嘛。Please mind 第四类咧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第四类我可以话系全心洲同埋雅向洲嘅。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第五类咧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地面车站亦都有一个岛式嘅侧式，岛式一大堆啦，即系咩十字河啊、下六洲啊，咁侧式咩啊？原生湖咯。啊，唔系喎，嗰度全部色，另一个岛式就系原生湖，系啦，啱调转咗。第六类啱啱好，第六类两个车站就是一个侧一个岛，岛嗰个咧就系、是、原东，侧嗰个咧就系、是、庄景。第七类车站咧就系、是、未出现过色嘅，而家出现啦，就系、是、战功嘅第一个，第二系啦，战功系一个，得呢个啦，系暂时都得呢个，咁起码都有一个啊，系咯。咁我话战功有啲咩特色啊？你望一望上面。上面搞乜鬼？你俾我飞啊！你俾我飞，攞执翻架矿车先，跌低咗。系啦，有啲咩啊？咦？俄拉巴马、阿拉斯加、亚利桑那、亚肯色、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康乃迪格、德拉亚、佛罗里达、乔治亚，会唔会先？全部都系美国嘅州嚟嘅，肯塔基、路易斯安那、缅因州、麻省、密歇根、密西西比。內布拉斯加、內華達、新澤西、新墨西哥、紐約、北卡俄內納，就即係有個南卡俄內納，仲有奧克拉荷馬啦、俄勒岡嘅、賓夕法尼亞，好多啊！去到猶他，去到最尾懷俄明州。點解？咦你先，點解要咁樣放呢？因為啊，仲有一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放在中間。點解會有呢五十個州，再加一個華盛頓特區？佢啱啱好五十一，真係五十一呢？我真係覺得好搞笑，真係好勁。五十一个州放咗喺五十一组月台闸门嗰度，真系一个闸门一个州嘅啫，啱啱好啊，凑凑合嘛，系啦。咁点解会同美国有关呢？演住先，红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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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十三七条红色，六条白色，美国国旗嚟噶噃，星条旗嚟噶，即系话叫花旗啦。系啦，咁点解会同美国有关呢？我真系咁中意美国咩？突然间，其实系最主要嘅原因系因为战星州咧，同呢个单拱州咧，亦都各自有旗啊，有啲旗帜喺度啊。咁呢两个站合，即系呢两个站出现嗰阵，即系呢个站出现嗰阵咧，即系又要就晒，即系就两边倒噶嘛。即系个起法又要似个深环站，一边就似深火州，另一边就要似环边水州。我又系咁样攞灵感啦。咁呢边咧就系攞呢个，呢边就即系东边呢边咧就会攞战胜州，西边嗰边咧就会攞嗰个叫单拱州系啦。咁战胜州咧动咗美国国旗啊，其实仲有英国国旗之类咁嘅嘢，北约嘅地方啦，系啦。所以就我呢一度咧就专登咧，哇，好美啊，好美式啊，哇，红白红白红白，哇，美国国旗啊，放咗喺个顶嗰度。咁另一边咧就系、是、因为佢系。台湾啊，我放咗中华民国国旗啊，呢边咧系美国国旗啊，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啊。咁呢度咧，我就用咗一个比较折冲啲嘅方法咧，去将呢五十粒星咧，叫做五十粒星啦，放晒落去嘅，啱啱好啊，十二、十三、十二、十三咪五十咯，哈哈，啱啱好咧，四行咁样，四行搞掂咗，即系人哋用九行四行咁样，咁冇办法啦。咁呢一度，因为啱好放晒十三条间啊嘛，咁 Minecraft 所限啦，系咯。
好多玻璃碎啊！咦，真系好多玻璃碎，点解？因为咦，有美国，亦都有呢个嘅台湾啊，有冇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系唔好意思啊，系冇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就算喺亚向州站，亦都系冇中华人民共和国噶。所以咧，唉，加油啦，你哋，你仲有排追啊，喺国际舞台，真系啊，系啦。咁好似覺得好似台灣嗰邊冇乜特色嘅話，唔係冇特色，我亦都放咗另一樣嘢喺度噶。你哋留意一下啲牆壁，我都講過噶啦，係 attention to details 噶，係嗰啲位係全部都睇細緻位嘅。點解啊？呢度有 F O 呢條 R 嘅 M O S A Formosa 美麗島，唔係叫美麗島，即係咁樣叫啦，係啦，台灣係有個咁樣嘅名噶嘛，有個叫 Formosa 噶嘛，唔係叫台灣咁簡單噶嘛，人哋，所以我亦都係咁樣放咗嚟呢一度嘅。咁嗰邊嘅月台咧，咁冇辦法啦，台灣又唔係有50个圆，所以咧上面咧我係冇放到嘢上去嘅，呢個唯一覺得有啲抱歉嘅地方。不過算啦，我唔想搞太多嘢啊，係啦，一邊就係單。即係單拱州，另一邊就係去戰勝州，所以咧呢一度嘅出口指示咧係同深環站咧係相似嘅，都係咁樣，一邊係一個島，另一邊另一個島咁樣解，係啦，呢度都好清楚咁話咗俾你知道，戰勝州行嗰邊，單拱州啊行呢邊咁樣。啊，中間條分界線啊，呢個係咩分界線啊？台灣同埋美國爭啲中間係乜嘢嚟㗎？中間咪就係、是。太平洋咯，啊！太平洋啊，呢个系太平洋嚟噶。唉，唔得，即系好似要讲讲下，好似讲到癫咗咁啊！呢个唔系太平洋，太平河啫。啊，真系河啊，一条渠仔咁样啊，系咯。咁呢一个就系战拱站啦。咁我哋而家睇埋呢个巴什州就可以去呢个杰斯卡州啦，争两个站啫。大家撑住啊！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车门即将关上。闸门即将关上。The train doors are closing. 欢迎乘搭星影线，本班列车嘅终点站系杰斯卡州。Welcome to the Stad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Jessica Island.下一站巴什州，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Temple Islan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咁呢度其实直线嚟嘅，所以咧就慢慢啦。但系巴什州嗰度咧，亦都系反而冇位起呢个洋底车站，即系第七类。所以咧，我就改咗做第三类。但系起嘅风格咧，系同岛上车站咧就冇乜分别嘅，即系个风格第四类。但其实点解佢归第三类，系因为佢个车站唔系不规则，所以冇办法要归翻第三，即系地底车站咁样。同埋亦都调校咗个速度，唔会话行得太快。如果唔系咧，加速减速嗰度咧好麻烦。请小心列车与月台间之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巴什州咧亦都系似另一个国家噶，下面系红色嘅，上面系白色嘅，自己查啦。系啦，呢、這、一个我咪话起到好似第四类嘅，起到好似岛聚车站咁样嘅，但其实佢系第三类嚟嘅啫，即系佢系一个嗰啲叫咩啊？地底车站系啦，但系佢呢个喺海床下面嘅，呢、這个站有好多地方都喺海床下面。点解话会好多地方呢？系因为佢嘅出口啊，系啊。咁我哋而家攞落大堂先啦，因为月台都系咁上下啦，个样系。亦都系好空旷啦，个大堂亦都系放晒嗰啲咩洗手间啊，放咗洗手间，放咗车站控制室，基本车站设施放咗中间。但你见唔见到呢度一个矿车领取处都冇啊？唔系，好似唔系都有一个两个，但系有样嘢你真系见唔到噶，闸机咧喺晒边咧，闸机咧冇嘅，已经去到出口咯，但系一部闸机都冇，系因为。呢一个站嘅所有出口系要经过另一条铁路去嘅，咩铁路？即系 NL 嚟嘅，但系就叫做
站内捷运，哦，系啊，即系所有出口咧都要，即系所有出口咧都要经过呢条，即系呢啲咁嘅捷运先至可以去到嘅 A、B、C、D 出口四个出口。南面大堂有一个，即系大堂嘅南面有一个咁样嘅站，北面大堂有另一个，所以夹埋咧系有六个噶，即系呢个站内运输捷运咧系有六个站嘅，哇！真系一个站里面嘅铁路系统啊，个铁路系统里面仲有六个站喎。哇！即系你可以谂爆头，即系雅向州嗰已经够疯狂啦。即系雅向州咧，一个站里面站中有两个站啦，咁啊前面有两个站咁样啦。但呢个唔系两个，系六个。哇！仲有几条侧线添，系啊，所有侧线都用得噶，有侧线嘅呢度，即系中间里面有条侧线嘅。我话俾你知点样用啦。我哋去咗 A 出口先啦，因为 A 出口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犀利嘅嘢嚟嘅。我啲接近犀利嘅嘢啦，即系新嘅嘢啦，好快到嘅啫。其实好快到嘅啫。OK， 我哋而家到咗 A 出口啦。两个月台都去，两个月台都系走嘅，但系净系得下面即系南面呢个月台咧，可以去到星影线嘅车站，即系个主站。大堂北面咧去唔到嘅，北面只可以去到 B、C、D 站嘅啫。咦，等先，个排法好似咪错咗啊？出多数你根据 NL 嘅标识咧，出之后咧系要顺翻个次序写 B、C、D 噶嘛？但系点解会写 D、C、B 嘅咧？因为呢一个捷运系有好多个站噶嘛，我讲过有几个站噶，呢度起码有四、有五、有六个站噶嘛。咁你唔系行晒都有四个站啊？咁就话俾你知道。B 先，跟住到 C， 最后去到 D 咁样，呢、这个就唔系跟个英文字母嘅排序，而系跟佢嗰个到站嘅排序做先后嘅。我哋翻翻嚟先 ，A 出口啊，闸区就喺呢度啦。咁你想攞矿车呢，其实呢下面呢，即系如果你见到嘅话，呢度都有矿车领取处，要飞得嘅。咁我哋而家上一上 A 出口先啦，所有出口咧都系用升降机嘅。上到嚟呢度冇乜特别啊，原来先呢个系个岛嚟噶，但系我哋唔系巴十州咩？啊，巴十州喺嗰度，原来就是、你听唔听到前面有个滩啊，海滩啊，嗰度就系巴十州。呢度其实唔系巴十州，我呢度叫佢巴十州离岸码头，其实佢系完全一个人工岛嚟嘅。即系飞快啲先啦，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真系一个人工岛，再加个公园啦咁样啦，系咯，咁样要出即系呢度系外海嚟噶啦，呢度系外海嚟噶啦，不过有个人工岛咁解，咁即系当然啦，有少少海堤俾你都好啊，咁样咯，系咯，咁呢度就五个，即系呢度五个码头嘅，有五个，咁样，哇，哎呀，稀沙漠稀水，你小心啲。即系当然要加班啦 ，beware of high tide 咯，小心潮涨啦，当然系咁样，系咯，呢一个就系、是、啊有少少俾大家休闲空间嘅，咁亦都可以做到运输啊嘛，因为佢真系可以喺呢一度停嘅，即系啲船可真系喺呢度停到，咁样呢一度就做咗个离岸码头，公共码头嚟嘅，虽然系 N out， 但系公共嘅，咁样即系长期开嘅，咁可以搭翻 lift 落去下面嘅月台。去巴十州啦，但我哋唔去巴十州字，我哋去呢个 B、C、D 出口，呢啲有啲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呢、這个虽然系岛式，跟住就我哋搭过去 B、C、D 啦。其实咧呢一度嘅路，其实呢一度反而咧呢、這个叫咩啊？站内接运咧个隧道咧，其实系好复杂嘅，系复杂到咧啲乘客咧系唔知道佢嘅构造咁滞嘅，因为好多条管道嘅下面。但系唔会撞嘅，即系唔会撞管道，亦都唔会撞方向，所以放心呢度。诶，嗰度啊。OK， 有少少回合添。呢度系专登行得慢啲嘅，始终都系站内接运，悠闲啲。其实真觉得好悠闲。哦，我哋到啦。呢个系 B 出口。B 出口咧就系、是、有一个侧式月台同埋一个岛式月台，即系对面，对面系岛式，
即係呢個同大家睇一睇先。係啦，我哋唔去嗰邊住，因為咧呢一度出咧，你翻唔到入嚟噶啦。即係你一出咗之後咧，係翻唔到入嚟，可以去唔到 CD 出口噶。呢個係納鐵專登設計到，即係設計咧呢一個站內接運咧係做唔到島內運輸。即係唔係嗰啲咩？即係唔係嗰啲咩叫島內輕鐵就冇嘅，冇呢樣嘢嘅。即係納鐵唔做，專登唔做，只係俾你同個站同埋個出口連結嘅啫。即係 A 出口除咗 A 出口啦 ，A 出口一樣得啦。所以咧，你 B 出口一離開就走噶啦 ，C 出口一離開就走噶啦 ，D 出口一離開就走。喂，但係你可以入翻，即係啲人可能會諗，咁你入翻去得嘅啫，入翻去搭翻去嗰個站嘅方向可以去翻，即係 D 出口可唔可以 C 出口去 B 出口？唔得，係完全唔得。我專登係設計到，真係要設計嚟嘅。B、C、D 出口出就一定出，冇可能繼續去。而 D、C、B 出口咁翻入嚟咧，你第一你下一個站就已經係八十洲站嘅大堂。A 出口我哋都可以去到 ，A 出口得，因为 A 出口系亦都系另一个运输，所以佢可以俾你去。但系就唔可以俾你由 D 出口去 C 出口，唔得 ；C 出口去 B 出口都唔得 ，D 出口 B 都唔得啦。当然系，所以呢个净系可以做到站内服务嘅啫。咁你而家都打一搭过去 C 同 D 出口嗰度啦，其实都系站嗰度嘅啫。我唔出得字嘅，因为咧，咦，我架矿车咧，哦喺度喺度，系啦 ，C 同 D 出口。一出咗去翻唔到入嚟，所以我就喺里面就算啦。咁亦都会经过南维斯铁路嘅啲站嘅下面，所以好深嘅呢度，歪几多啊二嚟噶咋？系啊。OK， 上翻嚟 C 出口 ，C 出口就系得两个月台嘅啫，就系两个侧式，两个侧式月台，差唔多样啦，系咯，倒冇出口嚟啫。跟住就会去 D 出口，咦，好似有回合喎，就真係嘅，呢度其实回头车嚟嘅，喺 D 出口冇所谓啦，可以上去看看，系啦，呢度其实呢度就系其实得一个月台嘅啫，因为唔会再去噶啦，去唔到噶啦。呢一个已经系个岛嘅北面，即系个站系岛嘅南面，咁样出嚟咁样，亦都有佢嘅铁路啊，系咯，嗱，佢嘅南部走廊啦，亦都有佢嘅码头，咩望一望先。系啦，差唔多啦，即系咁样。咁大致上，其实呢一个站就咁样啦。最大嘅特色，最大嘅特色就系佢所有出口亦都要搭一程车，搭另一程车先出到去咁样。好啦，咁我哋而家下一个站就系直接翻去呢个八十洲站噶啦。我哋经过咗 C 出口，经过埋 B 出口，跟住就会翻到去个站啦。但系我哋就唔喺南面嗰、那个，即系大堂南面嗰个站着陆，而系北面个位嗰度着陆，即系嗰度停，即系呢一度，呢度北面嚟嘅。八十洲站大堂北，所以点解呢一个站可以，即系个大成个大堂可以一个闸区都冇咧，一个闸机都冇，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喺晒啲出口嗰个位，嗰度放晒啦。
所以咁样解。OK， 可以去到最后一个站啦，杰斯卡州，跟住梯州嗰啲自由湾嗰啲咧就下一集嘅嘢嚟嘅，系啦，所以你见到唔使惊奇，下一集嘅嘢嚟嘅啫。列车即将开出，列车即将离开。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车门即将关上，车门即将关上。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欢迎乘搭星影线，本班列车的终点站是杰斯卡州。Welcome to the Stad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Jessica Island. 下一站杰斯卡州，乘客可以转乘西环线。Next station, Jessica Island.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West Ring Line. 终于可以去同西环线转乘，即是迪菲州站之后。再可以同西環線轉乘，即係有啲似嗰陣時法平線同埋東環。法平線同東環線可以轉乘嗰兩個站就係瑞端同埋夏綠洲，係呢兩個站。而家就西環線同埋星影線亦都可以轉兩次啦，即係傑斯卡州同埋迭飛州。經過一段好長嘅日子，一年時間先就落到嚟呢一度啦。OK， 讲讲下都到站啦。呢、这、一个站咧系，请小心列车月月台间之空站嚟嘅。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就有个分离岛式月台，就系、是、喺星影线嘅三四号，即系设计上。我原本谂过咧，呢、这、一个站嘅星影线月台咧，放喺大堂嘅上面。我原本谂过放喺大堂嘅上面。但是因為巴十洲站和其實本身的地形問題呢，我都是覺得放在下面會好一點，所以呢這裡的接駁呢 都要多，都有幾條樓梯和升降機，那起碼有兩部升降機，是吧？是好像有兩部升降機，但未必是直接上到大堂的，都要怕一怕那個內環月台那層的，但都沒所謂啦，一部升降機而已，是那個位置，因為大堂那裡都不容易整升降機，是那個位置不容易整，但樓梯嗰度就都係要經過內環月台，啊呢度係外環啦，即係上去同大家睇睇啦。呢度都係上翻去西環線嘅外環嘅啫。咁樣，呢邊係落星影線啊，再行過少少睇翻月台先。係啦，呢一度。當然啦，西環線呢度都改咗做 number 啦，即係32、33、30、29，另一邊就係32、33、34、35啦。咁样去，咁我哋上一上去嗰个大堂先，一号内环个大堂，即系呢度有个大少少嘅空间，所以咧，即系去唔到大堂嘅情况，即系嗰条星影线去唔到大堂嘅情况下咧，就会有两条楼梯啦，即系起多条楼梯落嚟呢一度，咁啱咧，好彩大堂落嚟西环线都系两条楼梯，所以都足够应付嘅，系啦，呢度就大家唔使担心啦，呢个位杰斯卡州。咁啊，新起月台啊，三号、四号，我系冇忘记到传统指示板嘅。上行，因为呢个客行站，上行就嗰只嗰个下行嗰个填色就放咗行嗰边，上行就放咗对面咁样解，系啊，啱啊，咁样，其实就算系传统指示板都有写啦。不过也放在后面解啫嘛，其实都是呢一个原理咁，即系其实都系呢一个原理咁样，咁就睇情况，立铁将其他嗰啲现有嗰啲车站都会改去呢个新嘅系统，即系个数字同埋方向系统系啦。咁今集大致上系咁样，就终于介绍完啦。咁到下一集咧，就星影线就第一个延伸噶啦，又继续延伸啦。所以咧，我整定晒啲指示板，唔系冇原因。同埋另外一条线就系绿洲湾线，终于可以过到去木卫二啦，即系由间沙湾去到木卫二。咁亦都系标志住大都会总站系唔会变成一个唯一。去到某一个位置转乘啦，即系转乘去到某一个位啦，即系我讲嘅意思系由一条线转到另一条线咧，就可以完全唔使惊大都会啦，真系嘅。
因為大都會呢在南面，即是洛聖街的南面呢，這裡講清楚一點，洛聖街的南面，即是例如大石山啊、木衛那些位置呢，你是一定要經過大都會總站你才可以去到西南面的，即是鑑沙灣啊、深河那些位置的，即是我不計你大兜路啦，當然可以啦，但我不計那個啦，即是我不計你 U 字型這樣大都去啦，但是你是用最快的方法，你一定要經大都會，但是現在就可以不用啦，即是接下來綠洲灣線下面經過就不用啦，因為大石山可以去到鑑沙灣，那就完全不用經大都會啦，是啦，這個就是第三季第八集主要發展的東西啦，那你下一集再見啦，記得沙漠門的朋友拜拜。啊，仲有啊，今日系12月8日啊，维园有游行啊，咁啊祝大家，即系我今日冇出到嚟啦，所以祝愿大家即系各位手足加油啦，五大诉求缺一不可。